这是 AI 助手。放一首最新的流行音乐。为你推荐流行音乐。OK。台北的温度。台北今天气温11到25摄氏度，晴。桃园会不会下雨？桃园今天没有雨，晴。气温25到34摄氏度，就100减200，算出来是-100。125+125+125+125，结果是390。120+120+120+900。我的答案是1260。1000减200减30减50，结果是820。23×5，我的答案是115。129除以6，算出来是21.5。31×3×2，答案为186。5